开启一只小蜗牛，趁着止盈潮没有止盈看护，一口一个止盈弹，不料惨遭熊猫人的唾液攻击，直接吞噬后竟然进阶成了六熊异兽金刚。谁知爱子心切的老止盈突然对金刚发起了攻击，金刚也不甘示弱，两发毒液就把止盈干趴下，直接吞噬后竟然进阶成满星异兽三头龙。发海清的三个关键时期一定要留意，首先是孵蛋期，开局孵化初始血蛋，破壳出来的是什么异兽完全随机。然后是培养期，玩家可以利用异兽的能力吞噬一切，多种多样的进化路线。最后是突破期，能量聚集完毕就可以开始升级进阶，技能血脉全面提升，进化为强大的上古神兽制霸蛮荒。